梯毫无作为，谢长廷说做政治没有委屈。燕子台风、北海道地震，让大批台湾旅客滞留日本，驻日代表处被批毫无作为。那驻日代表谢长廷到底在干嘛嘞？谢长廷本来就常常对时事或对手酸言酸语，这次日本风灾、地震时，还忙着在脸书po文骂国民党。脸书被台湾人灌爆，连日本人都骂代表处对人粗鲁无礼。眼见炮火猛烈，谢长廷跑去北海道为外管人员打气。哎，不是坐镇指挥吗？妙的是，谢系子弟兵这次都神隐起来，没替他讲话。救灾我没有时间，也不愿意一一去解释哈、哦。在出亡都不要讲说是怎么烫不烫的哈、哦。那做了政治也没有什么委屈了。立委委员叫我回去我就回去嘛，政府叫我下台我就下台嘛，这都无所谓了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